哇，好凶！最近呢，不是没整什么活吗？对不对？我买那些整过的东西，他又没有到，走，收拾东西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来到了中国最南端。大莫叔说，刮大风不能站在椰树的底下，这里有棵椰树，而我就站在这里，看他会不会掉下来砸我。今天星期四，明天星期五，再见七天，然后星期天。看到没有？我所站在的这个位置，山脚这个位置，海水往这两边冲，这里就是中国地图，就是中国的版图内地啊，最南端了。看没有？哦，还有海葡萄，好多的海葡萄。灯塔，虽然我已经把赶海的东西已经全部带出来了啊。兄弟们退潮了啊，退潮赶海。哎，这么小的一个螃蟹。哇，一个大家伙。哎，我操，哇，好凶。好呀，哇，那超级还是在往这边拍的。兄弟们，这一只应该有个大半斤啊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凶得很。哦，兄弟们，哎，这里也有一只大货，看没有？这里，哎，这里还有一只绑好的，可以。兄弟们，现在就差一个芥辣跟酱油没赶到了啊。